为他感情都爆了，不会爆了，讲细分下来，讲细分多三八下来走，讲细下来三八下来三八六来，讲细分下来三八六，他爆完了，这样子多加六多。来拜拜 ，American friend， 拜拜。秀兰早。詹姆是谁啊？詹姆士是型男大主厨的，是型男大主厨的厨师。型男大主厨的厨师有詹姆士、吴秉辰，还有什么正义的？郭正义，型男大主厨的主厨有主要的有三个，詹姆士、吴秉辰跟郭正义。所以明天是詹姆士要来。就是那个曾国城主持的那个节目，那个6点半吧，还是7点半主持的那个，7点主持的那个烹饪节目，型男大主厨，它里面有三个厨师，詹姆士、吴秉辰跟郭正义，所以其中一个就是詹姆士。